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五号放映室。1942年，德军犹如猛兽般聚集了13个师，约17万人，对斯大林格勒发起猛烈的围攻。苏军为了抵挡这股攻势，派出62和64集团军约9万人进行防守。然而，仅仅几日，斯大林格勒的外围防线就被德军全线攻占。此时，苏军被逼入绝境，只能进入城市与德军进行血腥的巷战。然而，3天不到，负责守城的62集团军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，仿佛被黑暗吞噬。此时，一位少校给远在后方家乡的妻子写信，讲述战争的残酷。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回家，与家人团聚。然而，他随后意识到这样的担忧可能会让妻子惊慌失措，于是他决定将信件烧毁，改为报平安。与此同时，将军来到阵地上，他面对着战场上的混乱和不确定性，他告诉所有人，62集团军已被德军重重包围，与总部失去了联系，现在只能依靠刚成立6个月的321步兵师从伏尔加河西岸登陆，进入正面战场。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打通与62集团军的联系，拖延德军进攻的脚步。321步兵师的士兵们满怀信心地接受了任务，他们以为这是一次简单的穿插任务，只要进入城市与62集团军接上头，就可以对德军进行反攻。然而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进入正面战场之后，他们面临的是真正的生死考验。这里没有前方和后方之分，他们可能随时陷入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。此时，街道、楼房、房间都成为了苏军与德军的战场。负责突袭任务的302排如同冲锋陷阵的勇士，他们的目标明确，就是那座前方的大楼。大楼内的情况不明，炸药包成为了他们的开路先锋，如同燃烧的火炬照亮了前方的道路。几个炸药包扔进去，犹如火凤凰般燃烧，将里面的德军士兵炸得晕乎乎，他们只能无奈地走出大楼。随后，他们进入楼内，与剩余的德兵短兵相接，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。然而，德军并非一鱼之辈，他们在短短3天内就让62集团军和外界失去联系。看到自己驻守大楼的士兵被苏军解决，他们迅速调来了大批士兵和一门山炮。突击炮企图堵住大门，进行瓮中捉鳖。然而，楼里的苏军并非一隅之敌。当敌人接近时，他们从窗口扔下手榴弹，如同雨后春笋般爆炸。他们依据有利地形与德军展开博弈，一时间让德军寸步难行。一向高傲的德军看到自己连一栋小小的楼房都拿不下，瞬间脾气就上了。他们不到10分钟就调集了将近1个连的兵力支援楼外，对着大楼就是一顿扫射，子弹如同狂风暴雨般袭来，瞬间打穿墙壁。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，苏军和德军如同两股洪流在城市中交汇，每一次冲突都犹如激战中的交响乐章，每一次冲突都决定着战局的走向。这场战争中没有旁观者，只有参与者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紧张与刺激。
苏联士兵一旦露头，就会立刻被打得像筛子一样。然而，楼外进攻的德军利用装备和人数优势，对楼内的众人进行火力压制，甚至还使用了喷火枪。然而，楼内的苏军却三番两次打退了他们。德军眼瞅一时半会拿楼里的苏军没有了办法，于是便想用火力覆盖的方式彻底消灭苏军。然而，面对铺天盖地的攻击，苏军依旧记得总部的命令，尽可能拖延德军进攻的脚步，为后续反攻积攒力量。此时，坦克的到来对大楼进行强攻，他们如同无法退却的巨石，面对强攻不退，坚忍不屈。他们手中紧握的枪械，瞄准的狙击镜，瞄准坦克的机炮，都在述说着他们的决心和勇气。他们是保卫祖国的战士，他们是未来的希望，他们无所畏惧，他们的信念坚如磐石。面对攻击，他们只会更坚定地守卫祖国，为后续的反攻积攒力量。他们是一股无法被击败的力量。这场战斗中，狙击手已经记不清击杀了多少敌人。在后方，苏军用炮火支援楼内的士兵，而德军则因出师不利选择暂时撤退。此时，苏军狙击手在战场上如幽灵般穿梭，利用地形优势夺走德军士兵的生命。与此同时，三连的战士们为了接应大楼里的二排，与德军在左翼展开了激战。虽然将战线推进了30米，但很快遭到了德军的夹击。战斗持续了一整天，而三连二排占据的大楼成为双方交战的焦点，但能否坚守却成了一个未知数。为了与62集团军取得联系，总部试图打通任务，但困难重重。在战火中，一名传令兵巧妙地躲过了子弹和炮击，却在掩体后遭遇了一名德军士兵。在这狭小的空间里，两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。关键时刻，一名苏军士兵从背后出现，将德军士兵击败，并开始收集武器弹药。在战场上，面对眼前的敌人，我们需要信仰和激情来支持我们，否则很容易被残酷的现实击败。
在激烈的战斗中，那位疲惫的传令兵眼看着德军的增援赶到，毅然拿起身边的枪发起反击。楼上的苏军看到这一幕，也纷纷投掷手榴弹，决心阻止德军的进攻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德军还是突破了防线，进入了楼内。与此同时，几位苏军军官聚在一起布置上级的任务，他们需要发射信号弹作为坐标，然后炮兵就会猛烈支援。而指导员也在告诫士兵们，即将被炮火覆盖，要找准时机突围。突然，一名警戒的士兵发现战场中间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缓缓走来，士兵们想冲出去将他们带到安全地带，但紧随其后的炮火瞬间就夺走了孩子的母亲，他们只能把孩子们带到安全的地方。第二天，三连的士兵们决定改变策略，他们准备先与被困在大楼里的二排会合，共同对抗敌军。与此同时，德军试图用迫击炮压制苏军的火力。不久，德军又发起新一轮的进攻，但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更加坚定的苏军士兵，他们准备充分，斗志昂扬，必将战胜任何挑战。他们依然沿袭旧有的策略，用手榴弹作为指引。随后，更多的德军如潮水般迂回进攻，苏军陷入短暂的迷茫和慌乱。战场的另一边，十几人共同抽完一支香烟，他们不知道德军的这次冲锋将会带来多少牺牲。指导员进行战前动员，强调这场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整个苏联的存亡，如果他们这些人都选择退缩，一旦德军占领苏联，无辜的老弱妇孺将成为德军的猎物。突然，一名苏军士兵仿佛承受了巨大的压力，呆滞地走出大楼，走向一架破旧不堪的钢琴。楼内的士兵听到琴声，仿佛在这一刻，战争的喧嚣被这短暂的琴声所掩盖。正当他们陶醉在这片刻的宁静时，指导员冲出楼外，将这名即将崩溃的士兵带回楼内，而士兵则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连长和指导员因为战术问题发生争执，就像两个顽固的船长在争论航向，希望找到最佳的战斗策略。指导员如同一个不屈的勇士，义无反顾地冲入炮火交织的战场，虽然面临生死考验，却丝毫不减其坚定意志。连长本欲劝阻，却被突如其来的炮火无情剥夺了生命，仿佛是一场悲壮告别。警卫员无奈地看着逝去的连长，只能将他的遗体带回，安置在安静的大楼内。而中尉在接完一个电话后，毫不犹豫地冒着炮火奔赴下一个狙击点，执行艰巨的任务。
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长达五个半月的残酷轰炸和惨烈巷战中，有超过100万的苏军战士们牺牲。在一场惨烈血腥的战斗之后，苏联彻底获胜，从而扭转了希特勒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中的局势，迫使德军开始全线后撤，并最终退往柏林。红军第321步兵师于1942年7月中旬前往斯大林格勒城区作战，协助苏军大部队展开前行攻势，将纳粹德国第6集团军逼退到斯大林格勒西部的包围圈，并最终迫使弗里德里希·保卢斯将军的德军部队在1943年2月2日彻底投降。红军第321步兵师在1942年2月21日被归属于苏联红军顿河方面军。1943年3月19日，西伯利亚第321步兵师更名为红军第82近卫步兵师。这里是五号放映室，感谢大家又看完了一部电影。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Токтынгүй, яндынхан пешінді доласхыя, Теведі, таведа, явыхымда.